the first.一天后湖，终身后湖人。然后谢谢在后湖有二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很高兴可以认识医生，也很高兴可以在退的时候可以跟王芬队长一起合作。更感动的是后湖的所有同仁的支持。退休以后我会常常回来看你们的，谢谢。那记得带东西哦。OK， 可以。看看喝什么凉的都已经买好。嗨，冯乔，消防界最有分量的消防狂人，恭喜你啊，终于要退休了。二十多年的消防生涯，大半辈子都奉献给消防工作，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了。感谢你对消防工作的热忱跟执着，提升整个这个消防向善向上的力量。那更感谢你在我到后这段时间给我的帮忙及协助。退休之后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尤其是你最喜欢的这个旅行、跑步、游泳、美食都可以慢慢的开始享受了。希望你以后可以带着狂嫂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在每个地方都留下跑步的这个足迹。最后呢，祝福你退休呢，退休愉快，那身体健康，平安顺心。那有时间呢，要常常回来后湖看看这帮还继续在水深火热的兄弟们，那也曾经一同出生入死的后湖人，记得哦，常回来哦，拜。团长，恭喜啊！我们不会忘记你，但是衷心更希望你回来，麻烦你，祝福你，也欢迎你，谢谢。你对于消防的执着、投入跟奉献，令我敬佩。你是台湾近年来消防进步很有贡献的人，也提供了消防很多的专业知识，也提供了基层消防人员跟干部还有县市与县市之间的沟通桥梁跟讨论的平台。很高兴与你共事过，今天听到你要退休，一方面为你高兴，一方面又替消防不舍。希望
今后你能继续在消防领域里面提供建言，也祝平安、喜乐、健康，加油！已经开始录了哦，我想对我们勉励几句话吧。以你这样子的经验，消防工作了那么久，我不会讲啦，靠不要啊！